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田老刘。老刘今天给你们带来新伙伴啊。什么叫新伙伴呢？就是我们到货了，新款的机油啊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先来看看包装啊，有什么不一样？老刘接下来呢，再给你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啊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，能不能点赞一下，关注一下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个老款的啊，这是我们老款的直筒啊，这个颜色是这个样子。看清楚没有啊？再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新款的啊，这是新款的，哎，刚来的，看清楚没有？那么我们这两款机油现在为什么啊不一样了呢？主要有哪里不一样呢？老刘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。首先我们看这个颜色还是一样的直筒啊，一样的直筒啊，包装呢有所改变啊，不一样，很明显啊。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？级别变了啊，这是 SN 级啊，看到这个呢，我们已经变成 SP 级了啊，级别更高了。那么还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制造商也不一样啊，这个是粗光产的，这个是日食产的啊，天津日食产，价格也不一样了啊，这个是418，这个卖到428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贵了10块钱。那么小伙伴又问我了，哪个油好呢？哪个油好？我觉得啊，当然是新款的要比老款的要好一点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首先它级别更高啊，它的基础油会更好啊，也是全合成机油。那么我们粗光的这个油呢也不错啊，我一直也用这款油啊，用出来还是非常的好，也不错。好，我们这个直筒呢变了，还有一款油啊，绿筒呢它也变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绿筒啊，绿筒呢，这个是 SN 的啊， SN 就是我们以前的啊老款的机油啊，现在已经陆续的没有了啊，陆续的已经不用了，有些地方可能更新的比较早，有些地方呢更新的比较晚，所以说呢，各位小伙伴们也不要着急，没有这款机油呢，没有这个新款的呢，这老款的一样用啊，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大家之后也要放心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新来的啊 ，SP 级啊，其实这两个长得是太像了啊，就这个级别不一样，其他的真的看不出哪里不一样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产场地啊，这个天津日食，这个呢也是天津日食啊，所以说制造商也没换，所以说包装也没换，什么也没换，只是给原来的半合成升级为全合成 SP 级啊，价格好像没有变动啊，所以说小伙伴去保养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个机油啊看看有没有更新了啊，更新了如果说有新的呢，选择新的，没有新的呢，这个老款一样用，没有任何问题啊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放心啊。还有在维修保养啊这方面有什么啊事情呢，跟老刘私信啊，基本上都会回你们啊，跟大家一起探讨探讨。只要你是开本田车的啊，建议关注一下我啊，谢谢。